山 Grove 来看一个 Taylor Morrison 的新盘的，这个盘的名字呢叫 Palermo， 它是今年大概6月8号左右开的盘，目前呢出到该盘的第一期和第二期，那么一二三户型呢都还有房源可以卖哈，但是一共呢只有4栋，所以这个好价钱先到先得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2号户型，它是4房4.5卫加2楼的 loft， 双车库3105尺，那它的售价呢是146万起，最早交房呢是明年的1月份，2021年的1月份。那么这边的学区呢属于 Tustin 的学区，是 Beckman 的高中，那 Beckman 的高中呢评分是9分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地税呢大概是1.3到1.4之间，那这边的物业费呢是200多块钱，我会把具体信息呢放在屏幕上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去参观吧。Thank you.
观了 Taylor Morrison 在尔湾花果山的 Palermo 的户型二号。那么户型二号呢，现在有两栋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房源，先到先得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尽快联系我了。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。